北斗的国际合作其实是从北斗系统建设开始我们就积极推动，它应该讲是与北斗系统建设发展相伴相生的，因为北斗系统的建设离不开国际合作，北斗的应用成果也离不开国际合作，我们把建设、应用和国际合作三位一体来统筹推进，也是为了向世界更好的展示，及早更好的展示北斗的成果，也让全世界及早的分享北斗应用建北斗建设的成果。We are looking to advance this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in many different fields, and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in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f course in Baidu.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AE, the area of space and exploring space, and we have a lot of ambitious plans.系统应该来说精度是不断的在提升，原来我们承诺的是十米，现在实际上经过这一年多来看，我们的精度在五米之下，同时我们北斗又有它的特色，包括我们的短报文我们的高精度的区域的那个精密定位等等这些东西。